这边呢又算搓出来了，搓出来呢，带上钢板，这钢板我这钢板啊，不能说八面都能用，拿过哪一面的都没问题，肯定会有一面快点，有一面差点，但是没问题，都不用看，我现在夸了半天我都没看劲儿多快，但是不用看，你看了吗，这就有个奇怪的意思了，对吧，你说你看它干嘛呢，你这会儿比方说的话，劲儿再宽了一点，宽俩厘米，再薄俩厘米，这会儿再小没必要，你看见了吗，实际上要是按正理说，这种奇怪不怎么受师傅，受师傅是一蛮坡的，咱做一回子，就看看一满坡的，你把它弄圆了不就行了？一样啊，这样呢，这不是还剩一个坡吗？把这坡呢，咱再拿刨子刮刮，哎，也就差不多了。这个机关不就离完活不远了吗？这个坡出来了，这就是一个完整那么一个机关，对吧，这机关呢你现在得把这打面给它修一下，这打面多难看呢，修修这个面啊，修面呢也就是刮完的活，看到吗，这边看到吗，不是很快，倒过来它就快了，你看只用这边，你看你这个东西没有说钳子太小，那搁那大钳子上就没嘛玩的，关键搁那大钳子离得远呢，还得来回搬着，这拿个钳子揪不就行了。这就是一个，哎呦，劲不好，这要是给夹出印儿来了，你就不行啊！你做完了活，多顺呐，对吧？这拿钳子刚才夹了有点印儿，咱把这印儿给做一下。哎，这就好了。这个小机关要是打不出来真的不算难看，样子我不敢说好坏，为嘛样子不敢说好坏，人家也有耐劲圆的，也有耐劲挖的狠的，也有劲在劲齐的，也有劲是方的，所以说我做的锯呢一般的都叫就样，这个我不管好看不好看嘛，就意思一会儿呢把锯牛拿上，这个锯牛啊我钻头是好的，看看下去必须要紧，看看紧
才叫巨牛了。你弄那个巨牛啊，跟孙悟空似的，他就不行。你嘎巴嘎乱逛，那没戏，看这样。下去了，相当舒坦。这个巨牛想动，不是不能动，但是这个量看吧，极小极小的。你看那口从那边看，照样能动，但是量特别要小。你这东西，你有时候拒不知，是跟它有老大的关系。你把它憋不严，可不它就不知呗。你这一弄它先逛的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一个万能的。咱这个呢。都是一样的木头，咱就别拍了。我把这个做出来，咱再玩几条，对不对？你要说还是那么一个程序，不也是卡不卡不夸不夸不，没嘛必要。别耽误那时间，有时间咱还干点别的了，对吧？咱就是我把这个再夸出来，完了之后呢，我把金牛上上，咱再说。这俩巨拐我刚扎进去了，当当们正好这意思吧。现在咱开始把这个锯做好，把这个后边的挺着，这俩拐呢选一个好的让它在上头。嘛就是这介绍呢，你看到吗？它有俩伤，这个有一点伤，锯拐有一点伤就挺正常的。我看这个在上头好，这个在上呢，咱就把这下边这个踢了。把这踢它呢，这个下边这个它主要是嘛呢？你不把那个后面的条啊，得喂进去，喂进去呢，再拿个凿子，把它踢了。这个凿子，有点大，我再找个小点的啊。这个凿子，拿这个，凿子，拿这个。给劲儿呢，踢个印儿，顶着嘛呢，顶着一会儿啊，把那个给它憋一下，这个玩意儿踢多大正好，没尺寸，多大都行。一般你把它隔离它，这就完了。那踢出来呢，现在呢，咱得能调，得能调。这个条呢，咱做一个嘛锯呢，做个开锤的。开锤的这条多大呢？这条做多大都没事儿。这个东西你做多大都行，你自己看着做呗。反正个高的你乐意做大点大点。我看这基本的，我做的这个要是开个不大的锤，50就行。这个地方就是50。50度就50度。表条这种东西看啊，这种东西就是一撅咔嚓就折了。你要是一般的条就没戏啊，这都不用动啊，这块就够了。够了呢，看看多长，胡同尺，这50多点，多点多点无所谓啊。是这个表条要是打眼儿，拿钻头打眼儿，反正我打不了。你要是你现在。那么高科技的玩意儿，也许人照样拿钻头能打，反正我打不了。咱现在呢，这个眼儿呢，打坐标条那天开始，我就是冲，就是一个小冲子，搁上挺省事儿的啊，搁在这儿，对吧？凿子那眼儿，搁中了，一下就 OK， 看了，对吧？一下就 OK， 带词儿了，把这个呢。这上我这上大眼小眼的呢都有，给这次再来个眼，对吧？这就完事儿了。我还得有一个眼，这种东西刚接完了，这种东西都挂手，咱拿手轮摸一下，摸一下呢，好顶着这个你哪行呢？把这摸圆了，它不容易串手。咱看看啊，把它摸一下。Thank you.
行了。行了呢，这地下呢，那多少得把它砸着。这个动画的手啊，这有点啊，都有点红道啊。砸着呢，这种表条啊，是个弯儿的。这表条你不用看它弯儿。弯儿啊，要是如果这一颗表条啊，那这么理解说四个局。我这个表条呢已经是到下头了，但是到下头这个弯紧的地界也无所谓，差不多这个东西应该要一杆子就能杆直了，这个东西一抻就是直了，但是不用抻，使用使用自己就直了。咱先把表呢上好，把条这是个前头，这不摸圆了吗？这是个前头，杵在这个尖里头，啊，出来家了，来个钉子。有人做这表条，这个条啊，是嘛呢？是直接捅进去，有了密宗。我不赞同直接把它捅进去，直接捅进去呢，它这个地界它夹不死这条。你把这个夹一块去。必须要翻过来把这个钉子，为嘛要翻过来呢？你翻过来才把这条夹实了。你看到这条吗？把它翻过来，翻了看看，为嘛要翻过来？把这钉子扎弯了吗？是把它夹上。有的人拿木头锯牛的，人家这都上螺丝。你弄个铁棍捅哈，你不夹哈，看这条嘛，在这里看，是相当紧的，不逛的。有时候你这条在里逛的，它就容易出弯啊，这就一个破钉子搁哈，因为你这夹哈了，它这条就不会逛的了，对吧？完了之后呢，再把这面来上上。锁锯也就是一个挺简单的事儿，不是说多嘛玩儿。关键问题就在哪呢？一会儿你看看这个料怎么摆。其实啊，你这个东西是好像这个料也不算难摆，几下的事儿。把它抢顺了，把这边给它再扎上。这个必须要扎，你不扎不行。你不扎回来之后，就那么顶捅哈。有时候。那真的就用个那儿跑偏，你都不知道。看看，这就砸死了。砸死之后呢，这不就是一个锯吗？来，这个锯呢，锯牛都紧呢，紧的锯牛。太好了，咱再量量后头这个多长。这个多长呢，实际上我要量一从这量啊，也就看出来了。这个呢，咱慢慢再弄个卡，让大伙看明白了，把锯做方了，对吧？其实呢，这个东西用卡子不用卡子，根本就没必要。就是咱弄一个，咱看看，我一边齐了，呀。这就是一个意思。这个呢，应该呀，原先呢要做的，你就恰恰放，因为这个头和这个头是没动的。你没动的呢，你看看这块要是放了，哎，对，这锯就正了，这正好。这个锯呢，你再看看这头，这头呢，这上外来了哈，好了。这就正好了。现在呢，我事先准备那个条，这是一个条，这是一个老的那个，我打不打不，这还有漆了，也用不了那么长。
咱把这金牛卸下来，这机票完了量一下尺寸啊，量一下尺寸，得留出嘛呢，留出这样那个结弯的尺寸来啊，在这结弯就正好啊，正好我呢把它拉过来，这结个弯捅一下，现在我在这拉吧啊，再拉个铁锯来，这个就不用看了，反正拉一下就完了呗。这就下来了，下来呢，咱在劲儿呢还得扎个弯儿。这个条呢，它只要是这个尺寸你能定下来了，这俩卡子就没有嘛用了，啊，这就可以拿下去了。没用了，就是你某些方的这个定下来了，咱再把这钳子再上上，把它扎个弯儿。我那个钳子啊是个木头口的。你不能老扎它，你一扎它，我的钳子这口是拿下来的，为嘛呢？你要是扎个木头嘛的，那有这口啊，它上下嘛玩儿。咱把这个，搁好，一个口啊就够了，啊。好像那个大一点儿，一边啊雷着它，一边扎这弯，这个东西就是应该拿那个大钳子，这个钳子实在是太小，在这边呢。就我扎这玩儿，行，这就行了，啊，就这么个玩儿。这根弯儿啊，是为了套那个里头去。你套那里头去，它不就这个它就拽不出来了吗？咱别说这口啊。差不多，咱从那边给它穿进去，对吧？穿去，把这条下去，看这条啊，进去尽量别松，啊，这个呢还差一点点儿，差一点点，再来踢一下，因为它这个长短没定下来多长，也无所谓的事儿吧。看了吗？踢完正好把它扎进去，这就行了。看了吗？这个底儿是这样的，它就拽不出来了。这种东西六米宽条，这是个冷八棍儿。冷八棍儿这东西呢，咱把条锯做好了，咱再说摆料。应该呢是先把料摆了，咱就是为了把它锯做，把这垫个垫儿，把这模上好。因为你这个模啊就有了尺寸了，啊，这个呢基本就差不多，差不多呢咱把锯梁配上，把锯梁配上之后呢拧实了，咱就开始摆的料。这个锯梁啊咱看多大，我事先弄了块木头，木头也没怎么刮好，就是咱比划一下，看看用多大就行。看哪面好啊？借阔的，咱要这面好的，要这面好的，咱实际上我做的锯呢是个夹，啊，是个夹。这个夹这个东西啊，
我想一会儿说说跟那个粮有嘛不麻烦的，看好了就尺寸得劲儿，样出来的一块，具体样多大呀？我看也无所谓，反正你有个家呀，它舒坦。啊，行了，咱俩把它拉下来。拉下来，这就完了。这个溜子回来再做一个。现在这拉完之后呢，这个箱，咱们把它拉个夹搁里头。这个夹呀。能不叫正好呢？你看了，我把这夹搁在这上，我拿铅笔画个印儿，画个印儿呢，就留出这半了，这半给它分成一半，啊，应该就是那个夹，这就是那个夹，必须要跟木头贴齐了，你贴不齐就不行，啊，这夹出来了。咱再比划一下，咱回去吃啊，别到时候说这个东西，拉小了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差不多呢，咱也别站下子拉了嘛。一猫腰有时候这个肚子大呀，有时候也不是那么舒服。咱弄个台阶在这坐着，咱把夹拉出来完了，啊，我很少啊做那个钳子上啊垃圾水儿，哎他妈的多麻烦呢，这个救活的这个拉的时候，你刚才比划那下为准啊，这个点必须要拉正了，你不拉正了好像那个锯啊太偏，这个呢你尽量啊往小处拉，别拉死吧太大，你太大回来之后啊，完了说你小了呢你能把它修修，对吧，你大了你就没法修了，你大了你再点片儿那就麻烦了，这头就完了，再把这头拉出来，好像这个呀、也就是凭经验嘛，也并不是说废人是尽量别拉过，因为这个是个夹，你拉过了它呀，有时候就容易劈，你一劈开这就不行了。这个呢，咱们劈起来，找把铲，拿这铲就行了。啊，劈这个，你必须要劈直了，你劈不直那就歪了，啊，把镜头拉跟前了，得看看看，这个东西还必须什么呢？这个片儿不能踢出来，你一踢出来这么一扎再折了它就掉肉了，这个呢看到在这哈，这拱着自己有多大的根遭多大的活，看到吗，现在我这踢着口那么踢着口，我这哈现在梗着了，这一招下去了，你看这一招的，你看这出去了，出去了这里头看到吗，是利索的，看看这里头吗，不许掉东西，你不能说这咔嚓一下从这做出来一块，那不行，这个东西其实有方法的啊，把这块踢的不能把前头这块给踢下去，你把这块给踢下去
他就用你吊打了啊！接下来，要利索，招下的要利索，不利索，你越在里抻着，你看这里头吗？不看家有点额，它是正常的，不会有一点说这里头烂了，你有一烂一顶，它就弯了。所以说你看吧，这锯这里头是个利索的。现在咱看看这里头呢，差多少是多多少啊？这个好像大点儿，这也大一点，大不大？就是嘛呢，你拿锯拿锉子，这应该就差不多，这正好，正好啊，里头还差点，这里头差的也不行。这就得凭您那个感觉了，说错多少下下，本身呢就已经差不多了。这还有一点儿，你看看哪头啊宽一点啊，错错它。没什么呢，你自己沾着刮的料啊，它不怎么一边厚，锯拐。干嘛要他那么精密啊？行了，这就行了。行了呢，给这块呢打个记号，这是知道上头，或是下头，甭管它哪头。加弄完之后呢，这块料啊，我根本就是没怎么刮，我把它刮一下呢，把脚倒一下，咱把它上去就完了，是吧？本身这块料啊，咱不能说直啊。这个顶这个口的时候一定要慢。这个东西弄完了，你之后做的挺好，你看到这就不直，这就行了。这就有一面，不用看。豹子就是直的，这就直的，只来料不大，你要这一刮，这痛刮它，这小料就是直的，不用造，再把印子堆大了，你再小了不行，倒了漏，这就数下了，看吧，一边倒三下，倒五下了，看。五下是吧？一边你最后五下啊，这轮就出了一边大，但是啊那下不能算，没出花这就不能算。好了，轮全打完了。把这个坡呢，因为这个坡太愣，把这坡呢给它搓一下，给这坡搓来了，给这么的坡来搓一下，OK 了。